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母亲在上个月底辞世，潘孟安一直守护在灵前，总统赖清德也二度到车城乡潘宅陪伴。潘孟安在脸书抒发对母亲的思念，原定告别式早主持的总统赖清德晚上特别提早南下陪伴。赖清德也提到潘妈妈非常的骄傲潘孟安这个儿子，提早南下也希望潘孟安可以节哀，让母亲安心好走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